读彰化市民生国小六年级。4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热爱唱歌。8岁开始参加各个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，以及表演，还有电视演出，有专职舞团、夜总会，还有同盟会。我猜，我猜，我猜猜猜，百万大歌星，还有 Super Idol， 都屡获佳绩。他以小小的年纪能够破百场的演出，除了感谢他们的老师辛苦指导，更感激歌迷们的支持。2009年，他推出了第一张的唱片，受到很热烈的回响。现在呢，他即将准备第二张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园长邀请他来到现场，来为我们现场的 Daddy 妈咪唱出两首歌。第一首歌是《心情歌路》。第二首歌是《干妹妹你在哪里》，这是由小朋友他自己的歌哦。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我们的陈梅琪小朋友，请现场爸爸妈妈掌声欢迎他，谢谢。园长、老师、各位家长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
想念。